又发现了一款好吃的小零食，这种果仁的香脆饼，上面是满满的扁桃仁还有花生仁，咱们这个里面添加的是海藻糖，给咱们做的代糖，这个简直是太好了，巨香呀姐妹们。它里面还添加了全脂乳粉，吃起来奶香味特别浓郁。你看它每一片上面的料都是这种超足的，满满的坚果香，一口爱猪的小零食。又酥又脆，而且还一点都不油腻。这个坚果香简直是太香了。再用独立小包装的，咱们放到包包里，随时随地想吃的时候就来这么两块，又解馋又健康。哇，每一片都是料超足的，它都是用那种传统工艺做的，层层压点，就那种很瓷实的口感，真的是又香又酥又脆呀。